关注走一波啊，兄弟们！难道睁着眼说瞎话呀？你这样扎人家心，王菲，我真有点像王菲。哥们，你发现你女朋友长得像王菲吗？有没有？有是吧？你身边的那个朋友，这些就是有多少人曾经那么说过，说你的女朋友长得像王菲？每一个人都这么说。OK， 那哎，老妹儿，我看你就是一脸愁云的样子，这是什么？心里面有事儿吗？是什么回事？我看她心情不太开心，男朋友要哄哄她，非要每天要逗她乐，不逗她乐，知道吧？你长得帅固然重要，但是有时候女朋友心里面有心事，你得想一想，哦，宝贝儿，怎么回事？就心里面那么不开心，是不是？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？哪里做的不够好？在YY直播，对的，YY直播啊，然后你应该就去让他就是说，心情里面那团疑云嘛，你要帮他那个消除掉，让他开开心心的，知道吧？现在你是觉得有点累，还是心里不开心呢？小王妃，嗯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哦，好像心里不太开心了，去哄哄他吧，哥们儿，快哄他，这女孩子好好的哄哄。甩他两牛子，啥事都 OK。今天点儿背，也不是说点儿背，挺不错的，我觉得挺不错的，来坐一下。美女有香烟吗？给我来一根。我刚才烟抽完了，给我来一根。我看到你说抽烟挺酷的动作，你给我来个。你抽的是什么款式的香烟？你不要问。没有，我做节目的累坏了。这什么香烟？对，劝解青少年吸烟，禁止中少年吸烟。黄金叶，那这个烟挺便宜的啊。哎呀，不要录。没有，不录。这个多少钱一盒？这个？